选择的是不指名，也就是放弃选择权。好，那么在今天的选秀会呢，所有的选秀选择都已经是告一段落，所以在本届的超级篮球联赛选秀会呢，在这边要告一段落了。那么也恭喜被选到的选手，没有被选，在稍后可以来做一个访问的动作。看这里。好，三位表，来面对面接。开始，然后开始紧张，然后接这边，顺其自然。那其实相信篮球路一路走来，有很多的人帮助你啊。这次能够在选秀会上这么快就被选到，有没有什么人是你特别想要感谢的？现在先感谢全台科技的江发教练，然后。高中跟大学都教我很多的专业。好，恭喜你，谢谢，谢谢淮安。那么接下来在首轮的选秀轮到的是第三顺位的球队玉龙纳智捷球团。好，那么在选秀会上要进入到第三轮的轮到的又是台湾银行的选择权，同样有三分。第十七季 SBL 超级篮球联赛选秀会第一轮第一顺位，台湾银行选择的是张家和。Yes! 恭喜张家和，恭喜台湾银行篮球队，也请台总教练陈波教练来到台前，也请张家和来到台前，我们也请陈波教练协助张家和披上台湾银行的篮球衣。第十七季 SBL 选秀会首轮第五顺位，台湾啤酒选择不指名，放弃选择权。好，那么在经过首轮的选秀呢，台湾银行选择张家和，九泰科技选择陈淮安。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二轮的选秀了，那剩下来我最后一台哦，看我这边哦。好，请留步。好，那在第一轮的选手有一个简单的法，是拥有状元签的台湾银行有三分钟的讨论时间，也请台湾银行做出选择，三分钟的时间。在首轮第四顺位，桃园福原选择的是不指名，放弃选择权。所以福原在首轮选择不指名之后，在本次的选秀也不能再做指名的动作。接下来在选秀呢，轮到的是首轮第五顺位的台湾啤酒篮球队，行的教练团以及九泰科技的教练团一起来到台前，来跟选中选手来合影留念。好，给我站起来一下。对，练好了。好。各位这边麻烦一下。台湾选手在今年第十七季选秀会成为首轮第二指名，第二顺位加入到九台科技。谢谢王华教练，谢谢。相信你在这次的选秀之前，应该自己有一些的想法，有一些准备。那有没有预期到说，哇，这么快第一个呛名到的球员就是你？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因为大家都是各个 NBA 学校的好手啊，对。那也很幸运自己可以在第一顺位被选到。
我想选秀状元是有些压力的，那你觉得在打这个大专篮球联赛和预期想象中加入到 SBO 这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吗？强度当然差很多，就是 SBO 职业跟大学来讲强度身体接触当然差很多，对，那自己在这一块部分要多做加强。好，恭喜你，谢谢嘉禾，谢谢。在高中网球队完成选择之后，接下来首轮第二顺位轮到是九泰科技篮球队的选择，三分钟的时间。